13年来被设计师移出的四个强到离谱的大招，要是放到现在，整个游戏都将严重失衡。第一个，老板三眼的大招，死灵狂暴，能够增加三眼100%的生命偷取和50%的攻速，持续20秒，并且还能将造成伤害的50%转化为对周围队友的治疗。超强的攻速以及吸血能力，让三眼成为了全联盟战撸能力最强的英雄，也是有史以来唯一能在泉水战撸的存在。第二个，老板波比的大招，外交豁免，在8秒内使波比免疫除目标外任何敌人的伤害和技能，并且对目标造成40%的额外伤害，这是一个非常无解的大招。团战中顶着对面四个人的输出，盯着对面 C 位追，即使没有将其击杀，也能让他8秒无法输出，就是这么无脑。第三个，老板大树的大招，复仇漩涡，能在10秒内保护自己和队友，减少20%的伤害，并且吸收的伤害越多，大招结束时造成的伤害就越高，这是一个团战神技，曾经缔造了向天再见20秒的传奇，也让大树成为了当时的上单三大幻神之首。第四个，老板剑姬的大招，利刃华尔兹，剑姬无法被选定，随意对敌方发起5次打击，基础拥有500+1.2 AD 加成的伤害，并且还能触发攻击特效，堪称脆皮噩梦。这四个大招在整个联盟史上都是极其超模的，有的英雄都是因此而重做的。那么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强到无解的大招呢？